嘉威，你觉得俊鹏想吃什么？我可以开了，对不对？不不不不，等一下。我觉得他吗？对。便当。哦，那你自己想吃什么？鸡腿。你想吃鸡腿？对。那俊鹏，你猜嘉威想吃什么？炸鸡。那你自己嘞？我自己炸鸡。炸鸡有这么多的魅力哦。善存你，善存你自己想吃什么？这四样里面。我自己想吃哦，嗯，炸鸡。你什么是炸鸡啊？哎、欸，我以为他们都不要吃炸鸡耶。因为应该说是想吃啊，可是因为平常比较不会去吃，所以看难得可以吃就想要吃。Okay. 好，那你雷利安，你想吃什么？我会想吃饭团。哎、欸、哎，对。哎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蛮喜欢吃鱼饭团。那我们就来公布答案了，公布答案有没有准，好不好？便当？什么便当？炸鸡？哦，那你输了。哎、欸，善存很了解利安哎、欸。但你要是便当，你不是吗？我是猜他。对啊，你猜他嘛，他不是便当。啊、那你他猜的是他的是鸡腿啊，对不对？鸡腿，鸡腿。所以好，所以现在有几个人猜错？他猜错，他猜错。来，猜错举手。我也猜错，你也猜错，两个猜错。哎、欸，你们两个猜错。上周算是一个爆炸性的一个演出，嗯、就他就是他之前就是把我灌醉嘛，然后后来他就跟爸爸。惊讶的吧？然后他就跟爸爸。坦诚说他就是想要我，然后还把、嗯、他不只是他偷拍我影片，还要拍开箱影片，什么的开箱？拍这里，拍这里。对，然后他就给爸爸看，爸爸就直接爆炸。哦，我以为爸爸看说，那我也没开。我比较想问爸爸的心情、欸、爸爸没来啊，爸爸应该对我好想问爸爸、啊。你对于爸爸的转折心境转折，对你帮他说一下他的心境。如果我只能说，如果我是爸爸，我就直接给他一巴掌。真的、哦，直接一巴掌。对，哦、oh, ，对啊，那真的蛮，当下看到太冲击了吧？你还给爸爸看这种影片，真的一巴掌就给他打过去好吗？那你为什么要给爸爸看这种影片？就是，其实我自己心里也是有顾虑，但是他。最难面对的是家人，所以我等于是我透过我来踏出这一步，我把战火都揽到我身上，这样他就可以面对家人。可能大家不会这么责怪他，是责怪我。对，那另外一对，我觉得完全是没有顾忌，应该是你们两个蛮好追的吧？太快乐了，蛮好追的吧？蛮好追的，很难追，很难追吗？现在跟他在，还是我很难过的时候，还是难过的时候，因为这一周的剧情是到。我一开始很激烈的猛攻追求嘛，对，然后结果被他拒绝了之后，我开始意识到可能他喜欢的就是不是男生，所以我就跟他说我放下了，对啊，但我反而就是开始在意他了，然后后面会有一个我告白的剧情，所以这是以退为进就对了，还是这一招？也没有说以我相信我的师父可能心里有这个算盘了，他可能已经预测到好几步之后，但是毕竟我当下还是很难受，是吗，师父？对，他们就是透过我来拉近彼此的关系。我是他师父了，我知道你心机怎么那么重啊？你明明就是个大学生，啊、因为他太笨了。你觉得他哪里最笨？你觉得他哪里最笨？就是他太笨了。哎、欸，这个接你。小李晨不管在追求刘美芳还是追求我，都需要有别人帮助他，给他下指令。对，所以我就……但是到最后不成功，都不成功啊！意思是什么？代表是你们也笨啊！你们教的方法不成功啊！明明是你笨，还要怪别人笨，自己手把那边……对啊，出其不意在那边。好，所以你看，你是到了剧中突然转折，哎、欸。因啊，应该说你是透过美方进一步好像了解到说喜欢的是利安嘛，对对不对？那利安，你到底一开始有没有就是对于萧立成对这个人，我觉得藤木仁这个人就是比较中性啊，然后其实他也没有透露出他的性向在偏哪一边，对，所以我那时候在演示藤木仁的时候会保持中性状态，所以。我遇到萧立成的时候，因为我们也是认识很久的同事，然后也结伴了很久，所以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有一些感情，在里面，只是还没有被遣发出来而已。所以你们两个如果要比深柜的话，谁的柜子比较深？我觉得你们两个怎么看？谁比较深？应该是我，腾腾比较深，我比较深，但是我是看不出，就是不会让人家看出来的那种。那所以难怪他追你会追得比较辛苦一点，
对，对不对？还要先被伤害一轮，好骂他一轮，先骂他一轮，先骂，有、嗯，看起来也是不简单哦。嗯，对，因为我是从网友的提问当中得知你们两个其实在拍戏之前就认识，对、嗯、对不对？那很多网友很想问，你们到底是怎么先认识的？认识的过程是怎样？我们是就是有一群共同朋友，嗯嗯嗯，然后就是有人约我们出去啊，所以我们就在外面的聚会遇到。然后那时候都是，所以还没合作之前就还没合作就认识。那个时候里面有歌手也有演员，哦、对对对、嗯嗯嗯，然后就这样，嗯，然后后来还一起去露营。哦，你们都去哪里露营啊？那时候去的是一个山上，台中吧。后来就没有再去了，是？对，只去过一次那个时候。哦嗯、所以你们的应该说一个同一个聚会当中，就是第一眼看到了就觉得说，哎、欸，这个我们磁场蛮合的，所以应该可以做得来朋友。还是说其实是在试过几遍之后才觉得说，哎、啊，好像个性可以合得来，然后慢慢的就变成朋友这样。其实那个聚会就是会在一起的人，就是都是磁场蛮合的人、啊，嗯，对啊，所以就是会，所以会一直见到，是也不太会去选，就没有选择。嗯，在我们认识之前就是。我们一开始先认识彼此，对，然后慢慢循序渐进之后，就会慢慢开始聊表演的东西，对吧、嗯、对、嗯，我们就试一下会聊天，聊的东西。对，我觉得这对真的很讨厌。他们一直在吸引我的目光，是什么？你刚刚要讲，他流太多汗了，然后脸上都是卫生纸屑。哎、欸，那认识的，我觉得如果不认识的演员一起合作。吻戏的话，我觉得可能比较不会尴尬，但认识的人吻戏会尴尬吗？对啊，会尴尬吗？不会，不会。我觉得对我来说，反而是你会更快的信任他。嗯，然后我觉得信任是表演里面很重要的一环。嗯嗯，所以反而是就像我们排戏，一开始就排亲密戏，对，就会很自然，就很自然。所以一开始也没有就觉得尴尬或抗拒之类的。没有。对的，我们每个礼拜都还会见，就是都会一起约出来，嗯，所以就是很其实蛮密集的。你说戏结束之后还是会继续對？那你们会一起约干嘛？做唱歌？我们像我们前几天有一起去看电影，对啊，我们看电影、出去玩、去花莲、吃饭，然后吃饭，然后运动，嗯，我们会在网络上。就算我们没有见面，我们在网络上都会互动，我们就三个一起会传讯息。对，你们为什么要一起？对，为什么啊？集体欺负他，他好可怜、啊，然后很可怜，对不对？我们要那个食物链啊，你都不知道他被欺负的多开心。那真的、哦，你这么抖 M 吗、啊？对不对？这个起手式我懂，起手式就想感觉到了，对，准备了，准备，对啊。为什么？没有，因为我知道他们是在跟我玩，不是真的欺负、哦。没有，他们是真的欺负。没有，是真的欺负。现在才知道。你知道你等一下不能活着出去吗？还好我等下你等一下手就一直放在那个上面，一直被电。但我觉得 OK， 因为他在剧里面，我觉得他都你知道太冷了，冷到我觉得他都会欺负别人、嗯，所以现实生活中让就反被欺负也是刚好而已、欸。对不起，你是年纪最轻的吗？最小的？我们两个一样大。嗯，对。可是几月？嗯我、哦、他比较小，我最小哦，你最小，你最小。如果真的，如果真实的，你的另外一半的条件吗？我是长发控，长发控。嗯，哎、欸，然后哎，是我吧？你干嘛吐饭？不够，你不就照镜子就是了吗？没有，还不够长。那个可以吗？那样可以吗？不够，要怎样的？怎样才够长？应该要像哦，到姐这边吗？哦，背部这边。他叫我姐。很有礼貌，很有礼貌的孩子。对，我是姐，他是姐，他是姐，我是姐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是姐，是。然后嘞，除了长发之外，还有什么？然后一个会笑的眼睛。哦，会笑的眼睛是没有眼睛还是大眼睛？就会，比如说像我们哪一种，或是有没有女，像我们刚刚那种小小很可爱，就像这种，这样算会笑吗？这样。哦，他这样正常就好。细细的那种吗？没有，有的是真的有眼睛会笑。对，像我眼睛是会哭，像善存的眼睛啊，像善存的眼睛，对，然后还有什么？眼角会，还有吗？对，还有吗？就像脸上有痣这样，为什么要脸上有痣？像哈士奇对不对？像哈士奇，还有温柔吧，温柔，嗯 ，OK， 好，这应该 OK， 应该很 OK 啦，真的蛮好找的，对，需要剧本吗？没有，慢慢吃，你们吃吧，我们吃光，因为 action。你等一下要干嘛？不知道。那跟我去看电影。看什么？嗯，看，就看你想看什么。然后看完电影，我们再去吃个饭。可是我不知道我要看什么。都可以啊，就是你想看什么就看什么。好吧。那好了，走了，走。
没有，我通常都是就是这是什么公式啊？这是对对，刚刚那个是什么公式？没有，就是应该是就是对，我就是很直接，对啊，也是霸气的吧？对对对对对，对啊，我不会，就是我会就是这样，脸不用红吧？害羞啊，害羞啊，红的，你又留害羞，你追他追不到，追得很辛苦嘛，好吧？那如果是立安呢？你要来追这个萧晨，这样对 ，Action！ 所以我要给他追不到的，随便你，随便你，随便你，我只想看他的态度，想报复他也可以，对。八加九，八加九，三成，怎么样？你觉得我怎么样？你不怎么样。我是用藤木人的角度哦。怎么样？我要去跟 Gil 约会，怎么样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因为你是我的。好啦。啊！有吗？有吗？有有有！小李才有没有看到？要这样子。对啊，小李，好的，你等着，你等着，祝福你。我上了，你上了，加油，加油！请问啊，你好吗？这边吗？我们换一下位置，我们换一下位置。没有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请问，好，是这样吗？对对对，请问你有没有被人劈腿过的经验？没有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等待的时间最可怕，这太长了吧 ？Hello， 有，哎，哎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真的没有啊？啊，那句没有，恭喜你。那恭喜你说真话，谢谢。对对对，谢谢谢谢。好，下一位 ，Keep it real，OK？Keep it real。你的问题可以强一点吗？要慢慢来嘛。这个准吗？这个准，真的准，真的准，真的准。心静自然凉，对，好可怕，这同一题吗？好，请问，换题目，请问，先爱吗？好，可以。好，你有没有过一夜情的经验？没有，没有。哦，这个我没有说好，我下一位。这个我没有说，很痛，可是为什么？什么感觉？什么感觉？很痛吗？很麻哎，很麻，很痛。大力，就整只手啊！哇，整只啊，被传上来了。没有，我觉得我上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哎，等下你在哪里按你的遥控器啊？我也好想按一下。没关系，好，反正答案就大家自己公平了，好不好？这不准啊，这不准，这不准。好，俊鹏，俊鹏，为什么？好。好，紧张了。好，来，请问，第一次约会就会直接上床吗？不会。好。哦，哇！吓到！吓到！这个你还说准？对啊，太夸张了。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。还是其实没说谎的人就会被电，然后其实是你说谎。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，反正大家自己想一想。我们没有答案了，来，一个新号的，我有一个新号被电。这个是真的有遥控器的吧？来，谢哥，谢哥。好，谢好，不错。你问我的问题比较……我傻眼的，对啊。好，请问，现场你最愿意亲谁？安俊鹏，好，这被电出事了。哎呦，哎呦，真心话。所以你们两个屁啦！一见面，这个问题不够辛辣，所以他不会被电到。还有，还有，来，他们没有想要现实吗？可以先暂停了，不可以啊！我的妈呀！好，不好。请问你喜欢大胸部的女生吗？大概 F 罩杯起跳。啊！他没回答，没回答，你这个有问题。这真的有问题，真的有问题，真的有问题。哦，下一位。我想看我被电了，好麻哦。我们没有答案，我只要节奏就好。来，好坏哦。等一下，我觉得我按这个很有乐趣。不要电我啊！笑死人。好，请问现场当中谁会是你的性幻想对象？哥，你想我说谁我就说谁，你不要对我。你赶快，赶快讲一个。好好，腾腾，有吗？不要丢，不要丢！啊，真的假的？哎，真的，撤掉，撤掉，撤掉！
真的是准的、啊，真的是准的，没事，不要电到我，不要电到我，好，来来来，烦哎、欸，好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，请问你要当一还是零？一，好，一过关，哎呦，可以，最后一个啦，好想看你被电了，不要紧张哦 ，Hello， 等一下，等等等等。还没有题目，还没有题目，我要先伸出来了。哦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上，还没问到问题，再一次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可以，可以吗？可以再一次吗？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我真的好想爱呢。可以再一次，可以再一次。你为什么要电我两次？对，是啊。小哥，你为什么要电我两次？你准备好了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，来来，再一下了，来来来。刚有电到吗？有，好痛啊！好，来，大家，我还没问问题啊，我还没问题啊，放好，放好，来，放好，放好。啊。会怕、欸？请问认识多久才能够滚床单？我觉得认识两个月吧。好，两个月以上。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以上，我说以上。哈哈哈哈哈！刚才脸，你好痛啊！然后我就说，对你感觉他的腰啊胸胸胸大概几？这好难。嗯，几公分？到几公分？太久了，哥哥。他还在那等等等，好难哦！用电的啊，二九吗？二九，二十九公分，二十九，二十九，没关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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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二十九。好，那他的腰，腰，腰几公分？哇哇，他发出了一个哇的声音。二六吗？二六，公分？你确定都是公分吗？对啊。好好，我不知道你是竹竿吗？二十六公分大概才这样子吧，才这样子，才这样子。怎么看啊？而且是一圈哦，然后一圈哦。好了好了，顺便问一下几 cup A B C D？ 哦，几 cup？ 对，几 cup？ 有没有 ？B cup。B cup。B cup。好 ，B cup。好好，改那个善存换对杨念，反过来。哦。胸围。嗯，我看一下，我想想哦。好好想。在九十，九十公分，对啊，九十哎，但他说是你二十二十九，那我应该十没有那个概念。好，那幺，感觉好了吗？大概六十五，六十五，好，几 cup？ A A 好 A 减。A 姐，你不要轻轻骂我们女主持人好不好？好 ，A 姐，好来，好 A 姐，我看过实体的，看过实体。好，下一对来，我先量吗？好，弟弟先，胸围，看一下哦，大概算七十好了，七十好，嗯，腰，腰大概。可能五十八，好啊 ，cup， 看一下，哦，这大概有 B 吧？啊，有 B，OK，、okay, 好，反过来，好，反过来，胸，我觉得九十二吧，九十二，好，对，腰。不要憋气哦，很痒，很痒，不怕痒。腰我可以直接讲几腰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觉得应该33。33腰。对。好 ，cup 嘞。差点被打。靠！直接捶你。B 加。好，公布正确答案。来来来。七十。欸、其实蛮接近的、哦，真的吗？我觉得他猜的都蛮接近，我觉得他猜的都蛮接近的。哦、你侧边好了，侧边、哦、好，继续进。来下一位，这个2629的，我应该。哎、欸，你还对不起，我没有概念。他差最多。谁？他。他错最多。他是准的，不是立安出最多吗？立安出最多，立安是二十几、啊。哦，对耶，对，我脑子是怎样？对啊，谁猜的最准？善存猜的最准。哦，真的、哦。嗯。那哪个？那最准是不是？哇，那其他上惩罚，我可以不用被电了吧？对，继续电。没有了，他最多的话是善存，因为善存跟他是一组，对啊，好，那你们等一下再惩罚，开始吧。一人吃一条，一共吃一条，好不好？你们帮我吃大蒜哦。
加油加油、啊、有吗？哇，很厉害耶，粉红泡泡耶。对啊。好，另外一个不好意思哦、喔、你们这是加油咯加油咯。哎、欸，这都不是我想的、啊我。我真的觉得你猜得很准，但是加油喽，加油喽！哎呦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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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很容易啊，十个，好吧？十个，十个，十个！预备备，预备备，起！一、二、三，这个很轻松，四，哇，好厉害哦！五、六。七八九十，哇！弟弟是不是弟弟是不是要来一下？弟弟啊，弟弟，弟弟要不要我流汗淋雨？弟弟弟弟弟，赶快！弟弟要背哥哥还是要杨公主抱？你要背还是公主抱？你扶领身，然后你哥坐你背上。对，来，开始，开始。你自己选一个，这么累是不是？你自己选一个。扶领身，扶领身，我坐你身上一两下就好。还是我背好了，都可以，你们沟通协调一下、啊。那你去前面，你去前面，我去前。好，背着，然后你要，然后我要跳了，背着深蹲五下。对啊，对对对，深蹲五下。深蹲五下。哎、欸，可是有人说十下哎、欸。不要了，阿姨，好了，五下、啊。反正就喜欢虐他嘛。好了，我先。五下，五下，五下，五下就好了。哎呦，哎呦，来，好来，背出。啊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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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篮球队教练，哎，踢啦，踢啦，到底有多讨人厌啊？我觉得我们好好玩哦。你会不会做不破气球？你的气球？我还好，看你啊，我都好。我觉得应该他做吧。他做吗？你是想惩罚他、啊？不是不是，你去做气球、哦。我坐着好，因为我怕我坐下去，你的腿等下断。对对对，我觉得应该是。我坐，我应该对。三十秒，请预备，开始。好痛！加油加油！十秒过了。你们这是在抢球，是不是？哎呦！哎呦，没了，没了哎、欸！你做破几个？欸、他做破几个？没人算，没人算，没人算。我们看回放，看回放。记得我比较多，我记得是我比较多吧。我没有，我刚刚偷拿两颗，偷拿一颗了。到底谁？刚刚我拿最后一个。请上网路上看、欸、回看，谁赢？没人看回放。对，谁赢了？谁赢了？我快笑死了，对不起啊。没有，我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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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留言。